당신은 V 때문에더사랑받는거예요 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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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당신은 A 때문에더사랑받는거예요 A Hello 大家，好久没录视频了，所以今天拿起相机和大家 vlog 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。刚刚去买了杯咖啡，美好的一天从咖啡开始。现在到了奥莱，准备逛一逛。今天是不是周末，所以就是奥莱的人就比较少一些，要是平常周六日的话这人真的超级多。刚刚买了个冰淇淋，绿茶味道的，看着棵圣诞树超级高，每年这个奥莱都会有这个圣诞树的装饰。哎，逛完了奥莱，准备往车上走。然后下一站准备去超市买点东西。买了一个苹果。到了沃尔玛。拿两瓶这个西梅汁，就是通便神器。我来这边看一看这些串珠，就前两天真的是沉迷于串珠，串了好多的项链呀，要不就是手链。这一边全是巧克力，像这个芬达才一刀。